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八分音符打节奏。在前面的视频中，我们讲到，在四分音符为一拍的乐谱中，四分音符是下去、起来为一拍，那么八分音符则是四分音符的一半。下去是一个八分音符，起来是一个八分音符。哆来，下去是哆，起来是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粉刷匠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示范。